你在干什么？进来吧。顾荣，你有没有多余的睡衣啊？借我一套吧，我没有带睡衣。啊，都在衣柜里，随便挑吧。我就知道你还没睡，我们一起加班吧。你穿成这样干嘛？你衣柜里不是西装就是衬衫，那我只能选这件啊。你充电线在哪儿？在抽屉里，我给你找啊。晚上好奇怪啊！没事，你也快忙吧。你的线太短了，我要回去了。